叫人问问题，伊讲啊，师父阿弥陀佛，地主是第一处，来处道场，因为每处打坐之前时，不是分点就是杂念善心啊，搁在处啊，而且问师父哦，主净的正确方法。啊，基金的健康方法啊，啊个步骤啊，和思想啊，该怎么做才是最如法的啊？嗯，好，大家让站起来啊，让站起来。那你呢？要打坐啊？那要合乎的啊，止静打坐，那首先来调身啊，表现出啊，这调身呢，有大日子来七处造法，大日子来七级界做法，第一项就是盘腿啊，不管你下出来后下啊，盘腿，盘腿呢，安尼呢，安尼叫做交叉。啊，交叉盘腿，啊，你那拢无咋盘的人，他骨筋硬的人，你坐安呢？坐正正坐点点安尼蛮实的，啊。第二呢，啊，单盘正脚好，倒脚好，甲盘就卡起来，啊，啊，你只脚家己来揪起来，就家己揪起来，啊，那家己无得揪起来，啊，用恁只三肌，啊。家己安尼揪起来，你手揪起来起来哈，安那揪袂起来的人，用这三肌，三肌对这脚只包咧，那个扭起来，来，大家包咧个扭起来，啊，这上好脚跟拄伫，拄伫小腹，啊，脚跟拄伫腹肚，来，大家扭起来，一包一包扭起来，扭扭袂起来人交叉就好。啊，扭看来，大家往前往后扭，啊，啊，正脚倒脚拢把个，这叫做单盘，甚至个只要伸埋身换脚，来换脚，啊，嗯，啊，啊过来，啊，最后来双盘，啊，双盘呢，嗯，赶快你呐，有带到，啊，时间这几位就靠点弄哦，走开。照片啊，阿拉每个人赶快，这卡都要包的扭起，扭起，啊，什么扭起？啊，举双盘啊，上好举双盘，这第一盘腿啊，盘了，咱这腿盘起来呢，这骨得错开来，骨错开呢。较容易得风湿病，所以咱呢哈，啊用只筋啊夹的，所以咱们修行只能爱冲个节转，拜垫坐垫啊，接着盖腿部，本身是吧？看了呀，啊都像样嘞，都像样，像了好多片啊，是吧？哦，没你，讲点来讲，看就好了。几摆哦，这筋啊啊夹的，啊个收几摆啊啊收几摆，嗯，然后呢，这一个杀几摆啊，杀几摆，前后，给他看到了没？几摆哦，这个筋啊夹的，哎，这个筋啊夹的，一波来啊，啊这三口安扭出来。先扭出来，再夹紧啊！啊，来扭出来，后肌买扭出来，后背肌啊扭一摆，收一摆。啊，那穿皮衣啊，皮衣人就皮衣买扣好。扣好啊！这第一步盘腿，第二呢，脊椎骨要挺起来。脊椎骨挺起来，唔免用力，爱挺起来。
멈추다 척하는 게 거꾸로 산, 아, 평가도 하고, 난 이제, 행구와 제어 팀, 님 평지도 아이 혼내나. 환정 니 제로와 카도 갚아, 행구도 갚아 제어 팀. 자, 빵마 안에, 깨알로마 안에, 캬, 티베 캬도 바이 제치야, 나, 농장 양심 제어 팀의 습관. 니나 제어 팀, 어, 내 신체 장 욕. 有几双哦，掉个平平平，贵人裤啊，嗯，啊，内底器官啊，会真真正，啊个气也通，气也通啊，较无毛病啊，所以呢，第二项呢，就有一个觉得就正起来，啊，嗯，呀，第三呢，就更加好，自然下垂，自然下垂。 啊，嗯，冇安尼样样，黑骨根根根也是关节根啊，拢唔好啊，嗯，自然真自然下垂，关节嘛用力，关节嘛用力啊，用力你结果足深呢，啊，这第三更加头自然下垂，第四呢，一下小块小地方，冇安尼，安尼呢大妄想，阿妈冇安尼，安尼一时都困起啊。 啊，嗯，啊咧，就小块，安尼几块啊，以下就写讲，亚字何解啊？这何解啊？这第四哦，第四修为海啊，第二三四，第五呢，眼观鼻，啊鼻观心，唔是白白条条心。 念佛即念心，啊，就是要观三昧，观，就是讲观不净观迄个心，啊，就观即若传心，啊，爱去得了，啊，眼观鼻，咱目睭若看平空呢，看平平尖呢，你就三分目，咱目睭若三分目呢，也未打妄想，也未慢，未昏沉，你目睭若眯眯，就是一个困去。 你把这那金箍箍，你要打妄想。所以把这呢，啊，学会人，哎，要看这个鼻尖，把这看鼻尖，卖恶鼻看，啊，嗯，啊，所以这第五把这看鼻尖，第六呢，自大登天，舌尖，顶住上颚，啊，免出力，啊，个顶的话吹好哈，吹好哈，啊。 第七呢，所解法界定应啊，这样就空的多修稳定，到无修度，啊，到无修度，啊，嗯，这个大自己来七七解法，那个讲出来，第一盘腿，上盘单盘双盘，第二个只个了脚点起来，第三肩胛头自然下垂，第四下修是吧？ 第五眼观鼻，鼻观心；第六啊，指尖大力登空；第七啊，所解法界定应。这个大自己来七七解法，他就来起出造化啊，这个调身，是吧？哟，这就是啊呢，这七行你个两个检讨，因为初初的学习吧，这就是啊，都安尼，弯腰，弯腰。 啊，你就你就啊，你就爱再讲啊，腰弯了腰啊，停止，啊，唔好直直就停了，安尼你也去散掉，你也打停起来，啊，打停起来，啊，一定啊，再加十分啊，你就爱复习一遍，啊，啊，头啊不会装，检讨一遍，你就再不是这个讲。 这古来呢，你清早坐到正正正，都变成了呼吸啊。初初的学，伊就爱，哎，爱呼吸，啊，啊，掂也会辛苦，莫出力，啊，嗯，坐真自然，啊，嗯。你来呢，坐呢，行出，咱呢，什么时阵你坐到，徛地铁也好，坐多也好，坐车也好，啊，底下好听课也好，啊。 甲人坐嘛，相像，你一定坐甲真正。
啊，坐无正呢，你会感觉足悲凉、足痛苦的，一气白积掉的啊。咱食饭嘛是，你食饭难咧，定定咧食饭，胃胃正正正物件食拢食袂落，你若积掉了哦，伊物件积伫只搭只，啊，就你足痛苦。嗯，啊你若安尼坐正咧，即气脉。人骨二脉七脉一对通顺啊，总是咱不是道教的修炼功夫的，咱不是啊，咱就是咧了生死的功夫，不是要练辛苦的啊，不是要练辛苦的，甲这甲迄拢无相像啊。这第一调心，调心咧啊调息，调息啊。我不是讲咱穿开穿一世人，唔知咱在穿开啊，所以呢，咱即摆一调息，吹合合用鼻腔呼吸，用丹田呼吸啊，用丹田呼吸，一呼一吸很清楚啊。头啊呢，你会使算啊，呼入来，吐出去，算计。你讲讲剩六十，可能个骨肉剩几，拖出来剩两，啊，个骨肉剩三，个拖出来剩四，即不是剩几时要剩六十啊？咱个熟悉啊，骨肉吧，拖出来就剩几啊？一呼一吸剩几就好，啊，个一呼一吸剩两，一呼一吸剩三，啊，骨肉吧，个拖出来就剩，就几个亏呢，还剩几个亏？啊，算个十，再个一算个十，啊，个一算个大概呢，算了三百，算了三十二呢，你的心就修得了。啊，算三十二了后呢，你就唔免个算，知影你的呼吸就好啊。啊，咱念佛法门呢，唔免观东观西，知影你的呼吸，啊，好好跟着呼吸做，心跟着好好做，因为咱是学念佛法门，咱唔是要。唔是要学禅定的啊，啊，所以你念佛啦，真简单，干阿做，干阿这是助进就好啊，啊，即把照正了后呢，知影咱在喘气，啊，佛号对着喘气，佛号对着喘气啊，当然这喘气有时相啊，出入。有声啊，夜空守住着山啊，那民间就快要清啊，那咱呀用腹部的喘口啊，一呼一吸很清楚啊，好好跟着呼吸走，心跟着好好走，因为咱的心啊比喘口较紧啊，一刚问过呀，三分钟呢，咱喘口。啊，有只穿八个，有只穿十个，有只穿十二个，有只穿二十个，啊，有只穿三十个，啊，真济可能是超过三十个啦，啊，其实都袂啦，拢超十来个尔啦，啊，你若做完，你剩超三分钟啊，十来个尔。咱那符号呢，一分钟呢，啊，咱念了五六十声，三分钟咱念了百多声的阿弥陀佛，啊。所以符号比喘气较紧，符号比喘气较紧呢，咱就符号对着喘气，也就是一呼一吸很清楚，符号念得很清楚。心呢比符号更较紧，咱的心啊，人讲心搞意嘛，啊，心连意嘛哦。你的心想大把个大把，想各样个各样，想美国个美国，想外宁个外宁，啊，心的速度啊。比更速度更快紧，啊！所以想东想西，妄想纷飞，啊！要安怎？甲白里只纷飞，啊！啥话叫白里纷飞呢？你知你的穿轨，知你的念佛，安尼你心就白掉了。只把念佛念佛走去，走外境外流着等，奶奶那个走去，啊，个走个个流着等，啊！你平时。妄想困惑，想当想杀，你唔知。只不过或者念，你再讲，哇！我来念起，就走起，念起，哎，这就是进步。这就发现了你的心嘛，啊，发现了你的心走来走去啊，是无要紧，你唔免惊。
找个多的个油灯，找个多的个油灯的亮火，啊，想见了见我哦，找个几啊分钟，找十外分钟啊，一个不要被油多灯啊，啊，这是无功夫啊，啊，得到念头就转起来了，啊，所以讲，招数达掉自己古人讲，啊，不怕练起，主怕解除，不怕。练起不怕练起啊，主怕解除啊，去家家里满发现掉的啊，满发现掉。你看，两头睡着，家里睡着是娱乐灯啊，这里干活的是到家啊，要两头起起来，唔在那娱乐灯啊，这都是不干活的。像咱这念头啊，境界啊，一点一点就是照出来。所以咱用这念头来个控制，因为是很清楚，好好跟着呼吸走，心跟着好好走。啊，那阿弥陀，阿弥陀，然后照照右等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然后照右等，右顾，你都被啪啪炸了，啊，你被啪啪炸啊，这掉心，那掉。